大家好，这里是 VZ 张子豪，我的胆量很大。我害怕腿多的就是节肢动物，还有这个昆虫。我贴着边走吧，我觉得它有可能不会在边上。好像不是个活的。那个就是那个会粘在人身上那种果实吧，好像是。哦，刷碗球是那个不？还有一个，那是活的。哦，好像是个娃娃还是什么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娃娃，那摸不出来啊。那娃娃算对是吧？那我就哎，那这个里面还是挺简单的，赶紧把弹珠拿出来。吓死我了，还是老套路，从边上进。它有毛。好像是活的，它在动，我感觉不会是假发吧，这里不会是假发吧。哎，是个盆儿，为什么感觉是湿的啊？哎呀我去，为什么它会动啊？我想想这是什么。哎，这个手感还挺爽的，好凉快。不是这里面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这没有。哎，好吧。先拿一个再说，先拿一个。是什么豚鼠之类的吗？腿还挺多的。你别说腿多的事啊，我害怕腿多的。啊，应该也是一个玩具，有手，蜘蛛玩具吧。哎，还好不是真蜘蛛，我得拿点球走。哇，这个东西说实话，你让我看到它，我会更害怕。我现在有七个了，最后两个很难是吧？你这个表情，你别吓我啊！好像是水，水里面泡了什么东西？好像水里泡了假发还是什么东西吧？是假发呀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想吓我，我总得拿，等会儿我摸两个，有摸到了，几个了？一二三四五七八，不行，我再你们再摸一个，然后我摸最后一个，好吧？可以，哎，有九个了啊，有点害怕了啊，你不用很担心的那样咬嘴唇，你看着我很害怕你这样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好，我先拿一个好吧，这样我就是，但是我想猜一猜它是什么。提示你一下，它那么香。香，我没闻到香。榴莲。最出乎我意料的应该是这个，就是这个遇到水会膨胀那种弹珠，对吧？摸起来真的很像蘑菇，而且我当时手刚碰到它的时候，我感觉它缩回去了，我以为是那种什么胆小菇，就是你玩过《植物大战僵尸》吗？我以为是那个胆小菇，就是有东西靠近它，它就会缩回去，我真以为是活的。最让我害怕的其实应该是这个，就因为当时碰到水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很不适，感觉不知道要里面会是什么那种感觉。我想看满舒克玩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不怕，就是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升级一下，就把他搞怕那种，我想看看他害怕是什么样的。那行，那我打算他怕什么，然后我告诉你，那你往里面放，就是六个箱子全放那个东西，可不可以？太好了。因为您这边挑战成功，我们有一个小奖状发给您。好，谢谢，真的，从小到大没怎么拿过奖状，来搞说唱能拿到奖状，我感觉就是也挺荣幸的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我的感想是一点都不敢想，只要你不想，直接把手伸进去就别想，只要你别想就不害怕。OK， 谢谢大家，那我就说到这儿吧。